请新兵，请看《新兵进行曲》。让我们欢迎百万美声王子举富凯旺带的《爱见好就收》。既然当初无要求，如今何必来追求？牵着伤心的双手，幸福怎样是孤单的对手？无人会当来代求，沉落苦海的忧愁，付出真心袂当收。最后看破来这是不通看到心肝疼丢丢，才来回头找温柔。爱也是无爱，拢有你的理由。不通等到烧酒变朋友，才来怨叹爱也是无爱，感情几乎就是队友。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的统统，很会唱歌的布凯，以及我们的爱晨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昊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昊，可爱的爱琪，以及我们的林道元奥运。哎呦，布凯，我们都是百万歌手。请你不要在这里称兄道弟，你跟他很熟吗？我跟他很熟。而且你刚刚是垫脚尖吗？你讲错了，你讲错了，他是垫鞋垫。对，手上都是什么？垫啊！新专辑，哇，名称叫最爱。哎，艾辰，你应该很久没有看到专辑了吧？你加油，你打！现在我年底，年底，我年底。金曲乐翻天翻天喽！第一回合两队翻直行提示，猜出一至四个字歌名，翻到字即可猜敌，翻到炸弹换敌对猜敌，猜对歌名并演唱该首歌可得五分。伙伴们可要努力翻牌猜歌哦！好，两队队长齐上台前排拳。小粉红，我先唱吧，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哎。元昊，哎呀，同旗开得胜，各位，我们今天的炸弹一样要喝这个，我们这个穿心莲茶厉害哦，我闻了之后呢，会跳 popping 的。哎呦，那到底是什么啊？哎呦，哎，有练有练，元昊最近变活泼了，好，来配合你啊，元昊队请翻牌，来了来了，哎呦，人，张惠妹的。人质，哎呦，哎，对，在我身上有深度的歌，用力的开一枪，人质，对不对？哎，哎，很可惜，请回。我要翻这个，我要喝一杯吗？哎，下下。第六感神准到不行的统统会一语成谶，让他品尝到第一杯无敌养生的。我要翻这个。我要喝一杯吗？哎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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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两种情况，短法，短法，对不对？啊！哎呀，爱情，那还有什么法？傅凯，傅凯，发片的傅凯，应该炸弹的上面应该就不会再有炸弹，不会炸弹啦！你放到炸弹，我帮你喝啦！开玩笑，傅凯，我们是同一挂的。长来，长头发，这是。对，故事吗？我觉得应该是长头发，长头发。对，因为张宇大哥有一首歌叫《等桃张》，我觉得。
子讲就很有道理，对不对？长头发对不对？耶！傅凯，请上台。父爱将那点赞美安提给尊尊旁，我甘愿心灰落片不管轻重，我爱的那个人，甘苦受一个人，也是一定有美丽的转头走，我过了失恋的人，头热热心花花，是假的走找香气的那张梦，我爱的那个人，美丽的转头走，陪我过一世人。傅凯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！ 哎呦，不错哦，来，元浩就请翻牌，好，边边角角。哦，来，怎么会这样？请养茶，直接喝了，直接喝了。Oh my god！ 哎呦，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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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刚吞下去的时候嘴巴上瘦了，哎，好苦啊，很苦，真的很苦。团队请翻牌。哎呦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哎，安静，安静，静止，或者是哈林的静静的，你到底要静静的还是安静？但是我觉得两个对你来说都很重要。从现在开始安静，回去之后就静静的。超强，从开场到现在，你讲这句话最对。对对对，中一题了，来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对不对？啊！哎呀，请问，云浩队请翻牌。要炸弹！苏打绿的《无眠》，无眠，无眠，好听，对，经典，无眠好听。会不会像舞女啊？舞女吗？哦，那是跳舞的舞啦，不是舞，那是舞，那是跳舞的舞。哦，对，无眠，无眠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对，炸！哎呦，新鲜啊！渴望的心啊，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，感恩的心嘛。哎，谢谢啊，的确的。哎，我什么要跟你讲？哎，感恩的心对不对？哦哦哦哦，元浩在请喝吗？好了，就这个，你也还没喝啊？觉得这个啊，我不用喝吧？这个好，静静的。答案是静止，杨乃文，杨乃文啊，好，杨乃文，对，静止对不对？睫毛围绕着电视，垂丝剪纸，在两点半消失。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，空虚敲打着意志，仿佛这世界已静止。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。你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统统队请翻牌，傅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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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好了，好，炸弹，蝶蝶蝶，蝴蝶蝴蝶，身着真美丽，头戴着金丝，身穿花花衣。其实也对，也是有对呀，有没有和歌也是歌啊，回味童年一下。可是我觉得我们翻翻看翻到现在翻那么多集了，没有儿歌，没有没有对啊，没有儿歌，没有儿歌过。对对，应该不会是儿歌。什么蝶？我觉得应该是雨蝶。雨蝶对啊，那个李翊君的雨蝶对不对？哎，我来翻这个舞好了，就这个啦，没有这个。哦，哎呦，这很明显，这很明显啊！他该不会是形容你的肚子吧？无底想讲答案的无底位，你讲出来看看大家评评理嘛？无底位，无底位啦，无底洞呀！无底洞对不对？传说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。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，很快就风起云涌，冷泪的心事隔无底洞，尝试亲吻尝试拥抱或沟通，没有好感再尝试也没有用，大多数人都相同，喜欢的只是爱情的
脸红。哎，不是对嘴的哎，有水准哎，林道远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，耶，真的，哎呦。道远，我知道你不会唱对嘴，就算去金钟也不会唱对嘴。对。猜心呀，猜心，猜心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啦。哎呦，斜阳的夜，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。苍了又湿的脸与谁相对，这样的夜热闹的街，问你想到了谁，紧紧锁眉，我的喜悲随你而飞，苍了又湿的脸与谁相对。 再一首吗？再一首吗？没有。你们你们不是，他是会当真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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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爱晨，恭喜你答对 ，yes。哎呦，哦，元浩队请翻牌，来选这一个。哎呦，哦哦，真的是炸弹王子啊！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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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！哦，超苦的啦！元浩队请翻牌，加油，龙加油。燕尾蝶，燕尾蝶，对，燕尾蝶，燕尾蝶，燕尾蝶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哎呀！你笑，你哭，你的动作，又是我的神经，真心的没错，我心，我悲，我的生活，为你放弃自由。要为你左右，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失望的恶魔，破碎的眼尾蝶，还做最后的美梦。你是火，你是风，你是天使的诱惑，让我做眼尾蝶，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短暂快乐很感动。太棒了，彤彤！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。元浩队，请翻牌，破死柱文，加油！那就下面这个了。好。哎，人间，人间，就人间呐，人间对不对？哦，哇 ，yes！ 爱奇请上台。天上人间，如果真值得歌颂，也是因为。请你答对一页。是的，第一回合六题全部都唱完了。是的，在这边呢，跟两队宣布一下成绩。红红队得到的是15分，元浩队得到的也是15分。不错，不错。一回合两队竞争的非常激烈，希望两队继续加油，马上进入第二回合。胜负关键，第二回合开一战喽！两队翻横牌提示，猜出1到4个字歌名，翻到字即可猜题，翻到炸弹换敌对猜题，猜对歌名并演唱该首歌即得5分，总分最高者可成为金曲之王哦！哇哦！金曲乐翻天第二回合，在第一回合里面，两队平手，表现得非常的优异。我们紧接着来到了第二回合，不要理他了，再见，吹自己吧你。Sorry，Sorry， 哎，这次很快哦。你最珍贵，哎，经典合唱歌曲。但是如果这样子，你一个人怎么唱？我跟他唱，我们有爱奇啊，有爱奇，你怎么突然自告奋勇，而且用很阴柔的声音讲？我跟他唱，因为我们两个已经是等很久了，是吧？你是转调了，是不是？你们今天怎么都怪怪的？我发现你们两个是一对的吧？你看，是吗？学你的，不要莲花指，我那个是 rock。你最珍贵，对不对？
加油！哎，来，我你把我哎呦灌炸弹灌醉，炸弹灌醉，你把我的炸弹灌醉，喂，你把我灌醉，对不对？哦哦，你看吧，但是其实是很对的。哎呦，猜猜看，哎，你是我。对啦，你是花朵，你是我的花朵，你是我的花朵，是对，这样子就没有炸弹，没有炸弹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对不对？也不是，回去，统统队请翻牌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眼，你是我的性命，我觉得应该是你是我的性命，对不对？你也被人笑容。你的可爱模样，在我脑海，在我心内，不是白花流连啊！大声叫出你的名，你就是我。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几页，谢谢，非常厉害，非常厉害，是你，哎呦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统统队请翻牌，哎呦，哇塞，喝三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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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川西莲对我来讲，其实真的没什么，我讲真的。爱曾面对超级养生的川西莲苦茶，一次饮三杯将。川西莲对我来讲，其实真的没什么，我讲真的。三杯，太强了！真的假的？好猛啊！再来一杯，再来一杯。第一回合喝一杯。哇！第一回合喝一杯，第二回合喝两杯。元老队请翻牌。的，完蛋了，都很难猜。对啊，难猜哦。旅行的意义，旅行的意义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元老队请翻牌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就那就这样吧，我觉得应该是喝大力丢。就在今，喝大力丢来，喝大力丢来，哎，对。喝大力点来，对不对？啊！不要再请翻牌。哎呦，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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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真的想。哎，我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在讲歌名。真的吗？对啊。我们在问你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对不对？哎呦！深处思念依然在，你真的不再回来。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I love you, baby, every day, I love you, 不要让我懂，真的不想懂，想要躺在你胸口。熊出来了，真的，爱喜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， 统统队请翻牌，这个好，哦好，哎呦，终于要喝了，哦，好了，让你们体验一下，下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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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，你看起来喝起来很苦哎哦，是啊，哇，是苦，超苦，超苦。他说超苦。傅凯最近也很辛苦，对呀，还傅一直他也有来演，对对，第一集有他，第一集，而且还唱了刷定的欧高天嘛，对对，你第一集是演，我请就是去演欧高天，客串一个就是歌手，客串一个歌手，他是在名扬集团周年庆，对，周年庆大一场戏，对对对，好有刷定的欧高天，对，而且是今天来这波唱几句啊，我们听看嘛，对呀。刷定一个乌胶。
笑呀，你是无常的笑呀，扛早甲暗去打拼，无常开阔开山平，水念明朗的歌声，头里歌声念不停，伊的歌韵真好听，上好的念解出名。有听声看无影，有雷滴，我嫌山岭有雷滴，我声有两个到底，人听有雷滴，有雷滴，有雷滴。Yes， 我们谢谢富卡，是有。好，我们的元昊队请翻牌。阿尤爱爱，我知道一首歌，王力宏的。爱爱的什么的就是你哦，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哎，但是王力宏的歌给他唱那个画面不好看。喂，给你唱有多好看？没有没有，爱的就是你，对不对？哇，哎呦，哇，导演请上台。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，如此形影不离。我大声说，我爱的就是你。爱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是我唯一，我唯一爱的就是你。我真的爱的就是你。是的，好听的林段，恭喜你答对。Yes。统统队请翻牌。哦，他的歌声是温柔的哦，还有蛮好听的哈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，最后一题了，就剩一题了。我只在乎你，哎呦，对，邓丽君，我只在乎你，对不对？对，哎，哇哇哇哇，不是我什么你。我怎么会什么你？我会你，我会你。吴宗宪的《我会想你》。哎呦，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想你。黑夜来临时候，我会想你。我无法抗拒你给的电话，我会想你。好，唱完了，到底对。如果对的话，我们这个也不要唱了，不唱了。我会想你，对不对？耶！吴宗宪的。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会想你。黑夜来临时候，我会想你。我无法抗拒你给的点点滴滴，该怎样把你从记忆中抹去？元昊，恭喜你，好听的答对 ，Yes！ 谢谢大家的掌声。跟两队报告一下你们的分数，统统队这一回合得到的是五分，元昊队在第二回合得到的是15分。是的，今天的金曲乐翻天呢，两回合加起来成绩，统统队是20分，元昊队的是30分。是的，今天呢，我们的金曲乐翻天是不是带给大家很多的欢乐呢？没错哦。最后呢，再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，就是我们爱奇艺要带来的《真情人》。爱要算好时辰，我来拨快心中幸福的时针。你是个好人，让我漫步云层忘记了苦闷。啦啦啦啦，爱情让人头昏。啦啦啦啦，思念让人心疼。不用再问，我心里确定你是我的 number one。 Oh yeah， 我的情人，我的希望。